取卵后，小月当时就虚脱了，没多久她就去泰国做了胚胎移植手术。走之前我们见了一面，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关于雇主的任何信息？一个字都没提过。刘玉山，26岁，南极科技公司高级程序员，之后就辞职了，目前无业，跟孙小月同居，两人是情侣关系。基因型科所检验，在孙小月家中多处提取到的毛发和指纹，都属于刘玉山。刘玉山目前属于失联状态，手机、社交平台、银行卡都是，而且他在20天前几乎断绝了一切的社交联络，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想被人找到，并且要在现代社会上活下去，拾荒者这个身份再适合不过。我们排除了所有可疑地点，都没有找到刘玉山。林涛，在荔枝园城中村一带，有不少居民和流浪汉都见过右眼受伤的拾荒者，他有时哭有时笑，大家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。据说他的右眼也是被别的拾荒者所伤，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傻子。有精神问题，那就奇怪了。以案发现场勘验来看，这孙小月命案，凶手杀人弃尸是经过缜密的设计的。一个失去理智和自控能力的精神病患者，不可能完成这么周密的犯罪吧？没错，刘玉山嫌疑很大，但是为什么刘玉山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拾荒者呢？看来只有找到刘玉山本人，才能知道真相了。林涛，哎，3天，给你3天时间找到这个人。3天？咱们市区下辖那么多区县，茫茫人海找到一个拾荒者，那岂不是跟大海里捞根葱有什么区别？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一天之内就能找齐全市所有的 KTV， 你可是咱们刑警队的星星啊！那都是运气好。一个合格的警察靠的是自身的能力，你小花招可以有，但不能变成资本，知道吗？明白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困难，案子都好办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懂了，队长。太好办的案子，我也不感兴趣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加油。3天。我姐生前最爱漂亮，对，求求你们，帮她收拾一下尸体，让她走得像个人样啊！尸体已经高度腐了，已经不具备缝合条件了。那就等清洁完表皮之后再缝合吧，我会尽量小心一点的。可以了，你已经尽力了。生前遭罪，死了之后还要遭罪，命真苦。读诗断语，追凶查案，我们能为死者做的也就是这些。可你现在做的事情对查案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。我知道这么做对查案没有帮助，但我还是想尽量把它缝合得完整一点，可以让他体面地见他家人最后一面，这是我想做的事儿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回去吧，让我妈妈给你做做饭。
兄弟，回去啊，快去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我走回去就行。顺路嘛。我看你挺心烦的，正好我也心烦，在来路上多聊聊。走回去没多久，再说了，我并不心烦。我可以绕路啊，咱俩多聊聊嘛。你肯定挺心烦的，对吧？我并没有和别人聊天的习惯。聊着聊着就习惯了嘛，这遇不上就算，遇到了还不送，你又成什么人了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吧，真的来吧，来来来来来。我就是因为这事心烦，李队让我三天把这个叫什么刘玉山的家伙给找出来，你说我能不心烦？哎，所以你可不可以用你高材生的脑袋帮我想想去哪找比较好？我来这儿才几天的时间，这件事啊你问我都不如问导航，而且我听你们那个队长的意思呢是一起找，又没让你一个人找，你这不是自寻烦恼？哎呀，我这个人就太有责任感了，这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，听说过吧？那不能因为自己是新人放低对自己的要求。合着靠自己就是找别人帮忙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占我便宜呢？我可没这意思，以我的基因啊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。那就好。到了啊！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我俩这么有缘分，你就别对我客气了啊。你说安然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我十一表姐。你小子是不是对我十一表姐有意思啊？没想到啊，外表看起来这么高冷，内心却这么闷骚。我十一表姐呢，人特好，善良，有正义感，还特热心，全家老少都特别疼她。所以你放心，这嫁妆吧，肯定特别丰厚，聘礼有没有都无所谓。那她直觉准吗？啊？再或者说，她行动力强吗？啊？你小子关心的地方还挺特别的。
关机了。他的直觉准不准先不说，你的直觉准不准？但愿不准吧。我是警察，别靠近我。你闯到我家里干什么？你涉嫌杀死孙小月。也没死。小月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小月已经死了。小月真的死了吗？见到他。你放开我，小月已经死了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分头找。好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小月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，我们回家去。刘医生，你是谁？你是不是要抢走小月？我不是来抢孙小月的，我是来给她送钱的。钱？什么钱？还你欠下的债。对，我欠了很多钱，小月想替我还上。她为了替你还债，受了不少苦。小月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快走，去找林涛。小月，小月。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！秦明，哎，兄弟，谢谢。没事吧你兄弟？没事。你不是说你很能打吗？他就交给你了。你还敢袭击？我警告你，马上投降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是吧？照顾好我十一表姐，别的别管。扔了吧，别伤着自己。哎，不用三天，一天就搞定。我林涛果然是咱们刑警队的冉冉星星啊。哎呀，你就别嘚瑟了。喂，十一表姐，我可是你俩的救命恩人。别这么说了，
要不是人家秦明先赶。谢谢你啊。哎。喂。喂。忘恩负义的家伙。起来。我花了不到几个钟就把人给找到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对我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？要点脸行吗？人是你找到的吗？哎，要不是我，他俩就待那儿了。还说呢，下次抓人注意点啊，下手别那么重。总的来说，干得不错。那？哦。你不应该擅自行动，更何况这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。你不是不爱建立人际关系，不爱凑热闹吗？那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这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冷嘛。谢谢你啊。不必了，我只不过是不想再多解剖一具尸体，给自己增加工作量。哎，你这人算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？之前说过，尸体在形成巨人观形态的过程中，背部一直处于光滑和有弧度的物体上。我在照片中看到了一处排水管，然后我隐约看到了一处非常隐蔽的金属质感反光点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再加上一点直觉。我没有直接证据，我就想来找找看有没有线索，哪知道会遇上刘玉山啊，我可不想干刑侦的事儿。帮我个忙呗，别跟我家里人说，拜托了。安然，主任，你要干什么？学会擅自行动了，你很了不起啊！秦明是来帮忙的，他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咱怎么向领导交代啊？那这不是没出问题吗？你这尸体背部可见弧形压痕，有明显的皮革样化表现。很有可能是尸体长时间躺在圆形的金属管道内，金属散热快，皮肤水分迅速流失所导致的。当然，这只是猜测，并没有被证实。我和安法医过来就是想证实这一点，可没想到会遇到嫌疑人。还有，这个主意是我提议的，我很抱歉。看看人家秦明想得多么周密，彬彬有礼，主动道歉。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才是啊！哎，对不起，不会有下次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行，你没事吧？我一点事都没有，我好着呢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去勘验吧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板车钉子上的植物纤维应该和孙小月衣服上的材质是一样的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还有那个棕色的箱子，我认为是刘玉山遗失的箱子，所以那个箱子上应该能检验出刘玉山的指纹，箱子里面应该能检验出血迹和长发。如果勘验结果和孙小月相匹配的话，那你的猜测就可以被证实。那早就送去检验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出结果了。哎，站住！刚认识就这么熟了吗？接下来啊，放你们两个半天假，回来给我努力工作。谢谢主任。一会儿进去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声一点。嘘，千万不要惊动其他人。臭丫头，打电话你都不回，害我一个晚上都没睡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妈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哇，你不要这么不讲义气吧！你敢说我妈是不会打我的？然然，你当初可是告诉妈妈当法医是很安全的，妈妈才同意你去的。你骗我是不是？哎呀妈，乖了，别哭了。这主任都告诉我了，说你差一点就丢了性命。妈，我没事。快给妈妈看看，你哪里受伤了啊？你看我真没事儿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没事就好啊。
你们都出来吧，冉冉回来了。哎呦，冉冉回来了。哎呦，这爸爸看看受伤没有啊？担心死了。哎呦，你可担心死我们了，真是。来来来来，喝完几盆水啊，喝完这个去去霉运。哎，大嫂，我们家可不搞封建迷信这套。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呀？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就是。对。喂。对不起啊。挺好的，去去霉运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去霉运的，特别好。情绪这种东西，它不会消失，而且也不具备伪装性，所以与这段记忆有关的。就是你的这些负面情绪，你知道选择性失忆，通常是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创伤造成的。找到答案，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。你的潜意识里用一条铁链锁住了一只洪水猛兽，放它出来受伤害的是你。关于你母亲的这段记忆，就是这只洪水猛兽。如果这只猛兽有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我呢？你失去的是记忆啊。可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段记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。好奇心害死猫啊，你听说过吧？可猫有九条命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敲了半天门，你都没反应，我就以为你出去了。我是想拿你衣服出去洗。不用了，你出去吧。我家里人要请你吃饭，一会儿你得下来啊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跟秦明立刻驱车赶到，不然事情就闹大了。这说时迟呢，那时快。秦明是最先发现失忆表姐的，只不过可惜啊，秦明他有着救人的心，却没着救人的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民英雄诞生了。没错，就是我。我一马当先冲了过去，一脚把他踹了出去。哟，好，哎哎哎，不对呀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是小青想起来去找我妹妹的。是，但重点是我救了她。那救我妹的是小青，你最多是打架去的呀。那是抓捕。要是没有小青的神算呀，妹妹指不定会怎么样呢。哎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哎，当事人来了，咱们问个清楚。问一下。请来来来，跟大家说说。是英雄是不是我？是你，是你就是你，你最棒。这么敷衍真的好吗？我敷衍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敷衍。哎，来来来，小晴啊，快坐下坐下。来嘛，坐。对，坐。来来来，坐。那个小晴啊，阿姨给你道个歉啊。你说你救了我们家冉冉啊，我们还把你泼一身水，对不起。这个真的没必要。还有这个呢。这是特地给你准备的，舍己救人，不畏艰险。来，拿着，拿着吧。好样的，好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名字是秦明，秦朝的秦，明天的明，对吧？那好，明天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给你打一个长生牌，我们是要供起来给你祈福的，保佑你啊长命百岁。这个就更没有必要了，我不迷信。怎么没必要啊？这事就这么定了？该我了。
小琴啊，这酒我敬你，这可是感恩的酒，你可千万别推辞，我先干为敬。来，哎，叔叔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这样会造成急性酒精中毒，会变成行动和意识异常。啊？不就是喝多吗？说什么中毒？嗨，喝了这碗酒，以后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了。我干了！好，好。走一个，来来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我们公务人员不能喝酒。哎，没事啊，我给你报备过的。哎，走一个啊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墨迹什么呀？来来来，这长辈敬的酒必须喝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。哎，真的不行，这样真的会死人的。来来来，哎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这酒不错吧？今天仪式就先这样吧，我先试杯一下，抱歉。哎，没事儿，他就这样。我们吃饭吧。啊啊啊啊！秦明，哎呦！其实呢，大家都是好意，这满腔的热情。客随主便，尊重民俗文化，入乡随俗，反正都是这个意思，你能理解吗？最多呢就这样，这两天我都推你上下班，行了吧？就那么一小口酒，还能把你醉成这样？当我没说。哎呀，兄弟，你看你这一口酒把你喝的生活不能自理，你也算是个奇迹了吧？所以十一表姐，她和你爸结拜之后。你是不是得叫他声叔叔啊？我爸那是开玩笑的。我不喜欢别人开玩笑。但问题是，我该从哪儿论呢？如果从十一表姐这论的话，我也得尊称你一句叔叔；如果从你这论的话，那我岂不是长辈了？你敢！快帮忙把你叔叔抬上去。好嘞。哎呀，小心啊！姐，啊，我们打算给刘玉山做个精神鉴定，你们的意见是什么？幻听、幻视、感知障碍、妄想，符合精神鉴定标准，可以做。那你们流程走快点啊！中午之前我们交到医院。中午？啊！十一表姐，看来你和你叔叔的梁子是解不开了。还有这些，别说了。好，这刘玉山呢，他以前是我们程序组长，这是公司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还是我们公司优秀员工。本来吧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这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儿，他也不会主动辞职。哦。啊，干活了。啊。哦。玉山，干死得了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胖儿，我这边就差你一头就完事儿了。胖儿，胖儿，醒醒！胖儿，胖儿，你咋了？
胖子，你怎么了？胖子，胖子，站你的位置啊！饭前搞定这些文件。不想干了是吧？还看？什么意思？刘玉山离职之后跟你们联系多吗？这个。后来好像沉迷了什么网络赌博，哎，找我借过一次钱，而被我拒绝之后吧，就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了。他管你借的多吗？他张嘴就提钱的事儿，我就找借口把电话给挂了，我也没多问他。嗯，目击者已经确认了，在荔枝园冷藏库发现的人就是刘玉山。虽然他化了妆，但是特征明显，而且吓了看门人一大跳，所以很清楚就证实了。哎，这是另一个病人啊，先推进去吧。啊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同事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他目光这么呆滞，以为是另一个病人呢。误会啊。医生，刘玉山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给他服了镇静药，情绪稳定了下来。从初检的情况看，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，突然表现为重度幻想症。他的发病频率较多，已经达到了入院治疗的程度，不过具体确诊还需要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啊。刘玉山呢？患有精神病家族史，他的母亲是精神病患者，而且三年前就去世了。找了这么半天，找出来一个神经病，那你说这怎么办啊？怎么查？我倒是有个建议，我们可以询问他。像这种病人，他的记忆是混乱的，所以询问起来是有困难的。病人就更不会说谎了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犯罪。可是你也要知道，他们说的话不能作为证词，至少有个判断的依据，总比现在什么话都没有的要强吧。他把你当做孙小月，所以询问的时候你也要在，他才会说实话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这种事儿，你不应该先问一下我的意见吗？法医不是什么都不怕。哎，我严重怀疑你在故意报复我。
我们会全程观看案发一的讯问过程，一旦有问题，立即终止。刘玉山，男，26岁，无业。我只想听他说。我是龙帆市警局法医安然。剪了线的木偶，是谁在控制？明明恍惚的烛火，在责问我。恐惧像无尽深渊，藏匿着什么？颠倒了爱与恨，被遗忘的故事，风尘的日子，时光像是琥珀。在等待我，倒影中的世界，心上的茧，爱怎么会无解？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，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？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，放肆的嘲笑嘲笑我。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，无声的庄严。在追问我，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？看不清爱与恨，对与错的共识，回忆无休止。时光像是琥珀，在当地我倒影。